大家好，我是硅谷别老迪哥。很多朋友问我们，经常就是说，问到那个各个品种的蛋龟的成体有多大？可能有些龟儿都是在考虑到，入手之后啊，要衡量一下家里的环境的大小。那我们今天就下堂给大家捞几个成体看一下，看一下成体的大小，具体大概有多大，有多重。好了，下次摸吧。应该是个巨头。巨头。巨头的成体的话，大概也就是在不超过13厘米吧，肯定就是最大就12、13，这个是10.3的样子，不到4两啊，195.9克。这个就是巨头的成体了，大概的大小差不多都是这么大，大也不会大太多，小也不会小太多，基本上成体就是这样一个规格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，有问题的朋友请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。